孩子，我能吃掉宇宙。拜托拜托，再来一口，不让我吃到，我绝对不罢休。嗨，我叫凡凡。今天的影片题材我自己觉得很特别，很紧张，因为我今天要微整人。那要整的对象是谁呢？是我的爷爷奶奶。怎么办？听起来有点不孝。总之呢，今天我的爷爷奶奶等一下就要来到我家，他们从来都没有来过我现在住的家嘛，然后想要让他们放心，但是呢又不想要太无聊，所以呢我一直想到我奶奶之前都在日本工作，然后我两个姑姑都嫁到日本，我们之前很长暑假或者是任何假期其实都是在日本度过的。对，就是这么幸福的小孩。其实那一段时间国中的时候还蛮会讲日语，然后也都听得懂。然后那个时候呢，日本东京那边都会有一个祭典叫马兹里。那个时候奶奶呢都会带着我跟我表弟，然后还有我弟啊我妹啊，我们都会穿浴衣然后去那个祭典。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边的章鱼烧跟烤马铃薯跟炒面都超好吃。章鱼烧叫 takoyaki， 日式炒面叫 yakisoba，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反正呢我今天就要化身成 takoyaki 的师傅，让奶奶回到在马兹里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挑战做出日本道地口味的章鱼烧。讲那么久，我们就是要挑战这个啦。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准备，因为他们已经在路上快要来了。章鱼烧粉、章鱼烧的酱，这一碗呢就是我前一碗呢杀章鱼，把章鱼脚已经准备好了。日本章鱼烧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红姜，然后我完全没有，我就自己腌嫩姜加蔓越莓，让它有红红的，就把蔓越莓打成汁，然后加醋，然后把它腌制。最佩服自己的就是我居然在虾皮买到了卖章鱼烧的章鱼烧师傅会穿的衣服，等一下会穿这个，然后戴上这个，跟我奶奶爷爷说哎，什么谁？什么谁？他过来给肚子不肚子？因为他们已经快要到了，所以我应该来不及在他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所以呢，我要先整顿他们一下，然后等一下请我的助理香婷来帮我拍，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忙这么多事。我跟你们讲，我多荒谬！我为了这个拍摄，我点了三个章鱼烧的外送。我把章鱼烧的盒子留下来，因为这样子才有真实感。但我刚刚好像听到来，我爸好像接我奶奶爷爷来了。到了吗？我爸叫我下去接他们，我就假装没事，就让他们觉得不以为意，只是来看 OK 孙女的亲家长怎样。奶奶有没有觉得很久没有回日本，对不对？我给你马自立的感觉好不好？哇，好有马自立的感觉。做 takoyaki 给你们吃，不一样啦！啊，哥已经准备好了，不理他们，继续做。我现在已经预热了烤盘，然后准备好我买的这个沾油的。你连沾油的都特地买吗？这全部在虾皮都买得到啊？什么？你问我烤盘在哪里买？烤盘就在小吃的选品就买得到咯。因为我自己用完以后我觉得太好用了，所以我常常在疫情期间我做菜都用这个烤盘，因为它可以换鸳鸯锅，然后又可以用章鱼烧，然后我还用这个做松饼，然后平的烤盘还可以烤肉。而且重点是那个时候我买3000出头，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一直问我烤盘在哪里买，那我问这一个厂商就绿恩家可不可以让我卖比较便宜给大家，结果他让我谈到限时一个月，所以你们这一个月内呢，来我的小吃选品网站可以买到最便宜，才2799哦。哎，什么事？大哥，哎，来谁？哎，来谁？来谁？我在日本常听到这样，再加一点面糊。是卖章鱼烧的啊！大家知道日传章鱼烧吗？我爸以前是引进日传章鱼烧的人，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章鱼烧。
好饿哦，因为我还没吃午餐。奶奶观摩了。他们不是这样子挖子吗？他们好挖的时候是从这样子，有没有？就这样翻。就是呢，哇，这样子翻。すごいね。我是看到。啊，我怎么弄啊？哇！我奶奶比我还会翻。我就跟你说会很怀念吧，我成功让奶奶怀念起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忍不住要先来试吃一颗。超好吃，很像我在日本吃的那种，完全一比一还原。我居然没有生过爷爷奶奶。哦，我要吃。有没有辣椒？瓦萨比。啊。加瓦萨比。再来。看看，嗯，好香。很香的嘞。试吃时间。可以直接吃没关系。哦，你要拍照是不是？好。等一下，你先吃，很烫哦，很烫啊，嗯，很好吃，对不对？好吃。坐下，嗯，坐下。OK， 这个是章鱼烧，你不能吃。它其实看起来很焦，因为我喜欢吃很焦。香婷，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看？我来帮你做。好吃吗？真的假的？我再用这个烤盘做其他的料理，那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去连结可以购买，限时一个月哦，还有2799，卖完就没有了。我要继续来吃我的 takoyaki， 继续做我的章鱼烧派对，耶、yeah!好吃了吗？嗯，你吃光光哎耶，你好捧场哦。好吃。你还在按摩脚的时候吃哦，啾啾也想吃，做章鱼烧给爷爷奶奶吃，大成功，太开心了，而且我爷爷直接吃光光，让你们不用担心吧。我现在这个家很舒服哈，以后如果奶奶你想要离家出走，也可以过来这里。爷爷跟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拜拜。啊，我穿这样好看吗？好看。比个赞什么意思？喝茶喝茶，我昨天泡了茶，哎、欸，你有觉得谢，尽孝道的感觉？会不会太浓了？很浓吗？太浓了吗？我乱泡，给我加点水。